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汉语，我是邓邓。我是 Crystal。上次我们学习了怎么用地道的汉语和中国人打招呼。今天我们学习怎么用地道的汉语和中国人告别。一起来看看吧。学汉语的人都知道一个词，再见。是的，但是这个词有点正式。是啊，年轻人更喜欢用拜拜，这个词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。是的，那么除了再见和拜拜，我们还会怎么说呢？有一些人还喜欢用回见。回见的意思就是回头见。是的，我们和朋友、同事、邻居都可以说回见。没错，或者你也可以说我先走了。我先走了，意思是告诉对方 I'm off now。 没错，或者你也可以在后面加上一句下次再聊，有空再聊，意思是 talk later。有时候也可以说有空再聚，或者常联系。注意了，当一个中国人说下次再、有空再的时候，都是表示客气，不一定会发生。对，所以千万不要问对方下次是什么时候，这会让双方都很尴尬。是的，你只要简单的回答好就行了。我们在告别时最常说的一句客气话是改天我请你吃饭。没错，千万不要相信中国人说的改天我请你吃饭，因为一般没有那一天。那如果不是客气，我是真的想请别人吃饭，该怎么说呢？如果我真的想请你吃饭，我一定会告诉你具体的时间，比如邓邓，明天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几点？7点，学校旁边那家川菜馆。如果我说邓邓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好啊。记住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问对方哪天，这样会显得你很没有礼貌。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常用的告别语，那如果是客人要离开的时候，作为主人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慢走，或者有空常来玩。如果是在机场或者火车站送别亲人或朋友呢？我们会说保重。保意思是保持，重意思是重量。保重字面意思是 keep fit，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要照顾好自己。那它是不是有一点正式？没错，所以更多时候我们会说一路顺风，或者一路平安，意思是 have a good trip。我们今天学了很多关于告别的地道表达，你还记得吗？除了再见，我们还经常说拜拜、回见、下次见、我先走了。为了表示客气，我们还经常说下次再聊、下次再约、改天请你吃饭。如果是客人要离开，我们会说慢走，或者有空常来玩。如果亲人或朋友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我们会说保重，一路平安，或者一路顺风。说完了告别，我们再来说说怎么回答中国人的表扬。不过开始前，我们先来说说
中国人是怎么表扬别人的？邓邓，你一般都怎么说？我一般会说不错，真好，挺好的。这几个词不仅可以形容人，还可以形容东西或者事情。比如这家餐厅不错，今天天气真好，他这个人挺好的。如果称赞一个人，我们还经常说你真牛，你真厉害。牛除了表示靠，在口语中还有厉害的意思。而且当我们说你真牛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伸出大拇指，意思是 awesome。 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会说666。666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个网络用语，也表示你真厉害。可是我记得666在西方好像有不好的意思。是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大家能不能告诉我，在你们的文化里666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如果别人表扬你说邓邓你真厉害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哪里哪里。注意了，我们都知道哪里意思是 where，但是当中国人回应表扬时说哪里哪里，可不是在问 where where。 没错，在回应表扬时，哪里哪里意思是 I'm flattered， 这是一种谦虚的表达。谦虚在中国文化里是很重要的。除了哪里哪里，你还可以说没有没有，或者一般一般。比如邓邓你真厉害，哪里哪里。邓邓你太聪明了，没有没有。邓邓你写字写得真好看，你过奖了。对，在回应别人的表扬时，你还可以说你过奖了，或者过奖过奖。过奖的过意思是超过，就是太多了。奖意思是表扬，过奖意思就是说您给我的表扬太多了。没错，过奖稍微有点正式，一般是在回应老板、长辈或者陌生人的表扬时会这么说。有时候我们还会在回应表扬时否定自己，说我不行，我做的还不够好。对，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是为了表示谦虚，我们还是会说自己做得不好。是的，这让很多外国朋友觉得很难理解。明明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为什么还要说自己做得不好呢？这其实是一种谦虚的表达方式。现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多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回应表扬时会简单的说谢谢。用谢谢来回应表扬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更习惯谦虚的回应。好了，现在你知道怎么表扬别人和回应别人的表扬了吗？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告别了吗？下次和中国人说话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了更多的选择呢？如果你还想知道其他地道汉语，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再见，再见。